夜中最新一季播出后，吸引不少粉丝关注。而在最新的预告片中，艺人们忙碌完所有的工作后，围在一起检讨。其中较资深的姚元浩先是提到，每一次客人走出去后写给我们的评价，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意，但我们很在意。随后也摇晃外场不稳的桌子，说到如果换成你来吃饭，你会怎么样。此外出演过两季的莎莎也提到，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交给你们那么多事情。这是第一次来参与节目的曾沛慈将头撇到一旁，随后忍不住落泪。对此莎莎也相当紧张的直呼你不要哭。最后曾沛慈则表示，自己都没有想过会把这件事情看得这么重，看起来压力相当大呢。而预告一出，许多粉丝都留言直呼你表现很好了啦。